Hello， 我是 Carly 莫仔。咁咧，我上次咧就买咗包好咸嘅牛肉干啦，咸，好似食紧块咸鱼咁样。我可以攞嚟做嗰啲金华火腿干嗰啲咯，唔系，诶，买嚟炒椰菜咯 ，OK 嘅，金华火腿炒椰菜，或者蒸水蛋嗰阵加落去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就准备做呢一样嘢啦。炒椰菜嘅材料就有椰菜啦、姜啦、蒜头、辣椒啦，同埋我哋嘅主角超咸牛肉干。就切咗椰菜个头啦，搣咗啲比较烂少少嘅位啦，然之后咧就将佢切成你想要嘅大细。咁喺个心嗰啲位咧就尽量切薄啲，咁就会容易啲煮腍噶啦。之后就洗下啲椰菜啦，同埋分翻开啲叶。其实都唔一定要用椰菜嘅，其实用普通嘅菜都 OK。志在用啲淡少少嘅嘢去冲淡呢个咸牛肉干嘅味道啦。同埋我用紫色椰菜咧，就系因为佢比起绿色椰菜嘅纤维高啲啦，维他命 C 高啲啦，同埋佢系可以减低一啲炎症症状嘅。跟住就倒啲牛肉出嚟浸热水啦，因为太咸啦，所以就要浸一浸热水稀释下啲盐先。然之后咧就切埋啲姜蒜同辣椒。好，剪碎埋啲牛肉干，我哋就可以开锅啦。咁就开锅落油，落咗啲牛肉干落去爆一爆香佢先。然之后就落埋蒜头同姜啦，辣椒就唔落住。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倒埋啲椰菜落去。咁加啲水啦，加啲烧酒，加啲糖，我就用咗罗汉果糖啦，咁都可以用翻普通糖代替嘅，咁就睇翻你哋个人喜好啦。兜匀佢，然后冚盖焗佢10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咁我哋就可以开盖落埋辣椒，兜佢两下，跟住再落埋啲麻油就可以起锅啦。起锅之前记得要 check 下嗰啲菜头淋咗未。咁我哋可以整埋个蒸水蛋啦，材料就有蛋啦、牛肉干啦，同埋一粒蒜头嘅。首先我哋打只蛋啦，然后就落翻一只蛋壳份量嘅水，水同蛋嘅比例就尽量系1:1啦。然之后就切啲蒜蓉捞埋落去，跟住再加埋头先浸好嘅牛肉干，咁就攞去蒸就得噶啦。蒸的时候呢，我就放了一只碟在面啦，那就可以预防那些蒸汽滴翻落去滴巢的表面，那出来那个样子就会滑一点了。那蒸翻8分钟那就可以了。那妈妈就炒了个绿色的牛肉、紫色 的椰菜，还有蒸了个水蛋，现在就跟大家试吃。不咸啊，条菜辣辣地，有椰味。而家就咁食個牛肉乾就冇咁難接受嘅鹹咯，而家似送走嗰啲芝士味啊，係 OK 嘅。就點樣揀椰菜咧？因為椰菜夠淡啊，即係成日覺得炒椰菜冇咩味，所以就想揾啲濃味嘅嘢去炒佢，黐埋個茶碗蒸。OK 喎，我覺得好食過個菜，因為佢有芝士味啊，唔知點解，佢明明原味，但係個牛咧唔知點解有少少芝士味啊，所以其實襯個蛋係幾得意。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like 呢條片，同埋有啲咩奇怪菜式想我試整嘅話咧，都可以喺下面 comment 話俾我聽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好香啊！你搽唇膏，搽唇膏。好多菜啊，點食啊？